没有喜欢的偶像？李成龙很可爱，对对，小笼包看完刻在你心底的名字，曾俊华或陈浩森他们刚代言完，比如说 Gap 的某几件衣服，然后就会去买穿，他们一抛完，我隔天去买就买不到了。蔡健雅吧，他有一首歌叫 Keep Breathing， 那里面很多。我很喜欢罗俊硕，刚开始加入狼人杀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人。那你喜欢哪一首他跟 Idol Rapper？ 来，现场唱，唱嘴里。写一首，也许你会爱上的情歌，在你的字都不放心待的情歌。我们有帮他办过展览，就是他有时候会拍那个电影，我们有帮他做一些食物应援。不敢相信，你们两个一起办，然后办不止一次，我要去当艺人。我喜欢欧总，但欧总我比较喜欢文婷，他们前唱会是在高雄、台中跟台北。台中玩当天晚上我回家洗澡，隔天凌晨我跟我朋友都睡在峨眉停车场那张站位。山下智久，小学五年级开始，22年追星的时候，每个礼拜都会去他们那种 shop 店，然后去买东西啊，然后杂志啊，把自己跟他的照片剪在一起，就算是比较 old school 的一些就是追星方式啦。有没有追过偶像？周杰伦的。那你最喜欢周杰伦的什么歌？偶像可以请你唱一下吗？因为我本身也是表演的人，我是唱一段。等一下，我是鼓手。曾经遇过最疯狂的粉丝，下午3点表演，他们早上大概6、7点就来了，哇，我就觉得很感动。哇，再试一次，哎、欸，好好好，丢一圈这样。我好怕掉哦。我可以先离后面一点，来，走一圈。哇，可以啊，成功。